8月18日，歌手关心妍今天出席启艺机警8小时活动，并现场亲手作画，准备将来拍卖用于慈善事业。好谦虚喎，同哥哥吓。咁啊，阿关心妍啊，你见到咧，我哋啲哥哥姐姐其实手上面佢系持咗佢头先画嘅一啲吓画啦。咁你觉得你睇下佢哋跟阿松哥哥学成点？好靓啊！系啦。我見到啊，關心妍而家教緊色啦，而家咧就教緊色嘅，又將啲紅啊，又加啲黃啊，又加啲橙色，即係應該係我估係太陽嘅顏色啊，代表係啦，而家填咗個鮮橙色嘅，好似太陽咁樣嘅光喺上面啦。咁啊，其實咧，大家香港電台第五台嘅聽眾朋友咧，我哋而家咧就係做緊呢一個香港暖流奇英基緊奇英獻愛心嘅活動嚟嘅，冇錯嚇，係啦，現場直播緊嘅，冇錯嚇，嗯。咁啊，我哋而家嘅關心妍咧，就同我哋有一位嘅哥哥啦，一齊合作緊畫一個嘅瓷磚畫。呢個比較易啊，呢個太陽，因為而家就嚟近中秋節，好容易諗到呢個太陽係似月餅裏邊嘅餡，比較容易啊，呢個嚇鹹蛋黃啊，靚至靚嘅太陽就鹹蛋黃咁啊嘛，係咪啊？对于刘翔因脚伤退出比赛，追的认为对方一定是伤得比较严重才会做出这个决定，希望大家能够对刘翔多多的给予理解和尊重，知道他应该伤得比较严重吧，所以就不能勉强，就是好像我们唱歌一样，如果我们声音有事的话，我们勉强去唱都会走音啊，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体谅他，给他更多的祝福，希望他可以走日康复呢。追的表示，看到这么多年纪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们不吃东西去做慈善，被深深感动的追的表示，身为歌手一定要好好的做节目去支持他们。这么多的哥哥姐姐，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但是他们的心很好，就是不吃东西，然后就饿半个小时，我觉得一点都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当歌手，我一定要每年去支持他们。所以